3D 列印什么都能印，您知道吗？现在只要一台 3D 列印机，您就可以随心所欲制造任何想要的东西了。从小到大，从生活用品到医疗器材，几乎无所不能哦。除此之外， 3D 列印也带来很大的商机，这个科技产品打破了传统制造业的模式，形成一个新兴的产业链。我们在台湾，进一步在发展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到说，我们有很好的自动电光的这个产业。3D 列印改变了许多产业的发展模式，也让生产制造流程变得更简单弹性。今天光电跟机械部一材这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效果。那你想想看，说是好几亿的这个元件，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平台，那也很适合把它引用到所谓的医疗的这个领域里面去。现在来听听业者介绍 3D 列印机可以印什么。我们现在看到是德国 InventionTech 3D 印表机，它是属于德国生产制造的机器，那本身是应用在高阶的领域范围，那从一般的工业用件还有医疗的辅具到人体的器官的一些列印制作，它都有相关一系列的设备做整个在不同领域上做整个应用的架构。看到了吧，神奇的 3D 列印，只要一台列印机，甚至可以制造人体器官呢。 3D 列印的时代来临了。